你真能带我去中国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越南的女粉丝邀请小勇来她家做客啊，好像还很漂亮啊。你好，阿仙。你好，勇哥。嘿，家还在前面吗？对，你走过一段了。哦，走过了是吧？啊、哦，行行。刚才我在下面找你。啊、哦，找不到。好，那走吧。哦，赶上修路了，过不去。你们好 ，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嘿嘿嘿，你家很气派。哦，这是妈妈，这位是谁呀？这是我侄女吧。侄女，侄女年纪这么大了？她比我大。哦，比你大还侄女？她97年。啊、哦，那这个是谁呀？这是我姑姑的女儿。姑姑的女儿。好吧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。啊、嗯，这是爸爸吗？啊，你好 ，Hello， 嗨，哎，哎，小样啊，那我这个样子啊，是吧？嗯，啊，那我给你起个外号好不好？你叫大眼妹，大眼妹好不好？好的，好。你跟我说你来的时候，我跟爸妈说，我妈就下完机了。在消完机等你来了。哎呀，这多不好！我主要我这个打的出租车过来，一路上没有卖东西的，我这空着手，我从来到去人家家没空着手。那要不然咱俩骑着摩托车去买点东西？不用的，我家就辖区的都有了，不用的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你不用这么客气的。对了，大眼儿。你叫我来不只简简单单让我来你家做个客吧，你有别的事儿吗？其实我想就是邀请你来我们家吃饭，然后有个事，就是我很想想去中国玩，但是我没有去过，我害怕，我不认识谁，所以我也看过你的视频了，我很相信你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去我们中国玩。对。你没去过中国，我不相信。你中文说的比我都好。其实我只去河口那边几次，然后就是我想去中国玩，所以我自己学中文的。你是在越南学的中文吗？对。我自己学，我买书学，然后我看中国电视啊，听中国歌，这样的。哦，怪不得你中文真的很好啊！想去中国玩，那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吗？还没。哦，你是想去我们中国找帅哥吧？对，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啊。但是我们中国的帅哥很多，如果万一哪个帅哥看上你不让你走怎么办？如果有真的像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呀。哦，这样的哦，你这目的都很明显了。坐车也累了，那你坐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啊，做饭是吧？啊，你家啥都有啊，很齐全。像你家条件这么好，怪不得你现在没结婚，估计你眼光很高。没有，就是没人看啦，没人看上我，就是谁也跟你这样想，所以没人来看我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不过说话又说回来了，像我这么帅的人不多，是吧？对。妈妈也笑了。这是做春卷的。对，这是木耳。看看怎么做的，我还真没做过。对。行。你有没有吃过越南的春卷？吃过。吃过。我买街上买过，但是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。我今天。
姨嘛，就是我视频里面那个老白他媳妇儿，他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一会儿过来，他正好也没吃饭，咱一起吃个饭之后呢，我正好让他骑着摩托车给我送到老街，我现在去接他一下，可以吧？我送你啊。哎，我送你回去。你晚上出门不安全。啊，我去接一下阿姨，吃这个药去吧。阿姨来了啊，阿姨。没吃啊。来进来吧，阿姨，你都等着没吃饭呢。都完了吗？啊，吃得多。啊，吃完饭你送我去老街啊。阿姨来吃饭。啊，先吃饭吧。快吃得多。行，吃饭赶紧走。有，你看做，你看他做了多少好吃的。赶紧过来，你还很希望你看做多少好吃的。Hello， 你好。哎。哎呦，拿这么多呀？谢越南语谢谢怎么说？锅个粥。但是，哎，锅是怎么说？感恩。感恩。那你不喝酒，你喝这个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喝红啊。啊，这吧。无名。啊。该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你看多热情啊！哎呀，我都行。来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味道很焦很香，还是很不错的啊。哥，哎，你第一次来我家做客，啊，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，来不了了，真的，不客气啊，我饭量本来就少，真的，不要，多吃一点，不要了，没事。哎呀，长那么大半又怼了，结婚去？妈妈说啥呀？我妈妈问你今年多大了，结婚了没有？告诉我妈妈，我结过婚了。啊，你结婚去？恭喜做哥呀！啥呀？让阿姨给我送回去了。好，下次有时间再过来找你们玩啊！你谢谢你们啊！好，下次有时间你再来哦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慢点走啊！拿着，我给你加个油啊！拿着吧。我要加个油。